辉一大早5:30就打给我，跟我说拍片了，拍片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什么意思？他一直跟我说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几乎都早餐，你不早点起床的话，你真的会吃不到。我们第一家要吃的小笼包，8点就卖完了。没错，他这样子跟我讲，我真的大傻眼。那小笼包是我的天花板。他说这个区域是他的天花板，这个区域哦。而且今天介绍全部都是便宜实在的红板价，所以今天会吃的都是你学生时期要吃的。对，就学生时一定吃得起，然后又好吃。真的假的啦？因为我接下来要出国1个月哦，然后所以呢，因为我最近都是疯狂的录节目的外景存档啊，还有自己频道的存档。然后呢 ，Maybelline 就看到了，没错，就是你们熟知的那个 Maybelline， 他寄了一瓶就是无敌特务超持久粉底液给我，他跟我说：“李毅，我跟你讲，你外景用这个，保证不脱妆，持妆到永远。”我前阵子，然后只要看到我外景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在用 Maybelline 的那个粉底液。我只能说，从早上哦，我开始工作，然后可能到傍晚，我一整天真的都没有脱妆。外景呢？外景，你知道外景在那边大流汗、大爆汗，头皮都湿了。但是我的妆就很像纹上去的，口说无凭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早上化妆的片段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跟你们说，他们家就是主打不脱妆，然后持妆，不管是你大流汗啊，或是被雨淋啊，就是妆呢都是可以很好的，就是扒在你的脸上。而且呢，你一上去，它是雾感的，怎么那么突兀这样？对，看起来皮肤就很好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拍这个妆感，然后我的相机有一点点美肌功能，我还直接拿手机直拍，然后就是以一个不修图，然后不美肌的直拍我的皮肤，然后它的遮瑕力也很好。我前几天在那边捏这个，然后捏到我这边出痧，可是你看它都可以盖得住。真的假的？我以为是你痧退掉了。有没有？是遮瑕力很好。好啦，反正我今天一整天呢，就会带着它的底妆呢，直接在安南区待一整天，然后吃爆安南区。好，还没开什么意思？要休8天哎，太夸张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要去拍下一间，走。你确定先不找下一间？有，下一间到。你不要在那边倒哎，所以这小笼包到底多好吃？你讲一下。超级好吃，这是天花板。我一直在质疑，到底要不要推荐给你，我怕我以后都吃不到。再来就是我大学时期超级常来，一个礼拜会吃3-4次的。还没被你吃垮这家店，它还在。我傻眼，这价格是合理的吗？它的招牌很可爱。这个招牌还是手写的，好传统的招牌啊，好可爱哦。它是蛋饼加大奶是40块，没错。天哪，好，以前读书约会就来这边。2张粉浆蛋饼，然后再加上一杯这么大的大饼。我那年代是这样，一组是25块。经过了一个8年，就是才毕业8年，8年啊，合理吗？它里面有加火腿，真的切的碎碎的那种，它是我吃过最顺口的粉浆蛋饼，它也不会炒太糊，然后又有湿润度又弹。它有点像是比较厚一点的板条吃起来那种感觉，对对。可是又再比板条再嫩一点，就是很优质的粉浆蛋饼。然后它的蛋也给的超满，没有空隙的蛋。它的酱是带有一点甜甜，这个酱我觉得应该有点像自己调的，这很优质的粉浆蛋饼，我喜欢。那接下来我要吃个炒面，这炒面也是很大一盘。你看炒面多少钱啊？30块。这样30，现炒的。就是餐厅外面卖的那种沙茶炒面，可能比餐厅的再稍微好吃一点。它看起来很随便在炒，但是没有，它其实很好吃。它把沙茶还有那个味道整个都炒到面里面去，可是它不是给你整盘都是沙茶的那种沙茶酱的感觉，没有点缀而已。因为你看它其实底下盘子它没有什么沙茶酱酱料，所以你吃的每一口都有沙茶的香味，可是沙茶的咸味却不会很重。这个面超可以在外面卖炒面的那种等级哦。它的面条其实就是一般的油面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它一般的油面炒的是那个 Q 度和水分都在耶，就是很 Q 的面条，很入味，但是又不会太干。对，也不会干，这炒工还蛮厉害的。
蒸汤应该要多少钱呢？你猜错了，因为答案是30元。但是肉粽以前是15块。它有肉哎，大概只剩一个拳头大小吧。就是不大，可是当早餐吃的话，我觉得分量应该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它是香的，粽叶香气很重。它的米也是好吃的哦，它有点虾米的那个香味也在里面。就它的米饭呢，有吸收到肉啊、虾米的那些香气在。必须说，就算它里面没有包东西，它沾这个酱啊，然后单吃这个饭，我觉得其实也是 OK 的。一样吗？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味道没变。但是岛吴哥应该也是肉粽。如果你要肉粽，它菜粽包花生20块。对，我光想到那个花生跟那个粽子的米饭在一起20块，我就觉得这超值得买。那它是有副油条。对呀、啊。味噌汤10元，它以台式味噌汤来说。也算是有味道的。下一家呢，我们要吃的是一家虾仁饭，就是内用小碗的，才15块而已。对。然后上面还有虾子，但是因为老板呢，刚刚我们进去吃的时候，老板就讲说，真的不好意思啦，因为他怕生意太好，顾不了品质，所以他就希望就是可能，不要太忙，让街坊邻居又可以吃得开心，所以我们就尊重老板。但是他的虾仁饭才15元而已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自己 Google， 但我们就是不出现在我们的就是荧幕前面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前进到下一家了。这里主要是吃霸碗，对不对？霸碗。念书常来吗？常来，这一颗10块啊。你看，它3颗一份是30，学生一定吃得起。它的皮是软软嫩嫩的，可是不会就是太烂。它的蒜你给的很多，所以喜欢蒜的人的话一定会很喜欢。还有它里面的调味，我觉得不是调的非常重的口味，一点点油膏吗？然后加了蒜头。它的蒜香味可能是比较浓，但我觉得它整体来说呢，口味不会到过浓，所以对我来说是喜欢的啊。对，因为所以你才会喜欢吃清蒸，像我就喜欢吃炸的。对，以骂完来说，我个人是清蒸派的，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派的。然后它虾仁骂完里面有包点肉，那个肉块呢就有稍微调味一下，可是我觉得调味也不会调得过重。它有先炒过啊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蛮香的。它肉圆虽然里面不是那种龟丸呢。可里面的肉超级扎实，哦，对啊，还是以前那个味道。我觉得它里面的肉比较多碎肉，然后偶尔会有一两块可能比较是肉块感的，不是那种很湿的米粉。可是它跟那个炒面一样，它都把味道和香气整个炒到米粉里面去。我很喜欢它米粉那个弹度，它不是那种软软的米粉，然后不会因为吸饱了水分，然后变得好像比较湿。没有，它的米粉还是非常的弹。我们今天都是铜板价，你看第一家店那一套40元，然后第二家店一套30元，这里3颗肉圆30元，那一碗米粉25元，都是铜板价。Oh my god， 这个铜板价合理。真的是太让人家想要在安南区自残了。Oh my god， 现在太阳超级大，整个出来了。你帮我看一下我们头装。没有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的这边很好吗？怎么办？很好吗？我要照一下镜子，真的很好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很不错哎、欸。因为安南区都没有什么高楼大厦。没有，我们直接直射，空旷到不行哎、欸！我现在头皮都在出汗了。没错。怎么样？好。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吃我从大一吃到现在的一个土豆猪脚，超级好吃。好，我们的土豆猪脚汤来了，然后爱吃会也是吃了，从学生吃到现在，他们大概开了20几年了，30年，最晚是120。它的猪脚量其实很多哎，4块猪脚，然后满满一碗汤。这汤是可以续的，这以前在台南，它这是女生在坐月子的时候喝的。它土豆的香味有煮到汤里面，然后它土豆还有一点点脆度。它的汤我觉得没有加太多的调味，对不对？没有。
对，然后它就是把猪脚的那个胶质也有炖到汤里面，然后土豆的那个香气也有在汤里面。相机比较爱。哦，它的猪脚炖到烂到不行，筷子可以直接把皮夹断的那样。猪脚吃起来本身，你主要是吃它的口感，就是它的皮。它的肉的口感，因为它的肉也是炖到非常烂。这猪脚你吃完，你会觉得你立刻回春了，大概三岁。你有没有看到我脸颊开始嘭了？大家有没有感受到？这个猪脚好吃，而且它其实有酱汁，但我个人觉得不用。我是吃清淡的人，但我个人觉得不用酱汁。这家店爱吃灰虫很久以前就在那边跟我讲说，哦，这家越南面包多好吃。我们每去到一个地方哦，只要看到有越南面包这四个字，他就说现在来安南就带去吃越南面包天花板。这些真的很好吃。它的好吃的点是什么？用料实在，然后它辣椒也是非常棒。有提供冰水耶，因为都会排很长啊，因为很热，所以都有提供冰水和你解渴。它的冰水是结冰水，对啊，结冰水是要在槟榔摊才能买到的结冰水，好优质哦。这家越南面包店呢，平常是不太给采访、不给拍的，但因为是爱吃灰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可以微微的，就是稍微就是拍到，就是有经过老板的同意。然后你自己看它的馅料。Oh my god！ 这馅料合理吗？我们是请老板帮我们对半切，但它是一大份的，它是两块这个。不过正常来说是没有帮人家对切，没有在帮人家切。我用我的美色。爱吃我有动用朋友牌，他使用了朋友卡，朋友卡。它里面有黄瓜，然后有素火腿、素火腿、腌萝卜、腌萝卜，而且它那个面包还有加那个蒜泥酱。好好吃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它有肉感，然后带有一点点辣，它有点像那种越南那种甜辣酱还是什么那种辣辣的酱，一点点甜。然后它的黄瓜切的有厚度，所以很清脆。然后萝卜有一点点微微的酸度，所以超解腻。你单吃它的肉的话，或是里面这些馅料，口味可能算是偏重一点点，但因为加了一些黄瓜或是萝卜，所以你整个搭配起来，然后配上面包。分享天花板，是不是天花板？是不是？吃哎，它的肉很好咀嚼，很好咬，又很香。然后面包就烤得酥酥脆脆，你知道，就是像我们一般那种大蒜面包，里里外外烤得非常的酥脆。它的辣是很舒服、很开胃的那种辣，是你就算空腹也可以吃的辣。你要的各种口感呢，这个面包都有。我可以为了它来安南区，真的很优质。跟我今天底妆一样油脂。好的，今天安南区就是圆满结束了。要聊到安南区最喜欢，那绝对是越南面包，绝对的啦。可是艾斯会讲说，每次小笼包真的很可惜，他那小笼包真的很好吃。但我也觉得很庆幸，就是没有我们频道没那么厉害，爆出来就啊，不会。所以下一次我一定还会去吃小笼包。那如果你没有吃过小笼包，也可以跟我说。小笼包不好吃，不好吃。你不要这样，我就是要吃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今天最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底妆。我到现在还是没有补妆，你可以作证。没有，我完全连粉都没有压。然后我大概已经晒太阳晒五六个小时。对，你看我头发这边都已经油了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它的底妆就是还是扒得非常的好。而且因为它是雾面的，所以上去看起来就是皮肤很好，薄薄一层也不会太厚重。我现在是拿手机录影哦，所以是完全没有美肌的那一种。然后你们看，因为我中间有一个红红的嘛，然后它现在还是遮得住，然后我都没有补妆的状况之下呢，它的遮瑕力啊还是很好。我到现在已经带妆九小时了耶，所以我的妆给大家看看，还是非常的很不错呢，哇，好开心哦！就是这一罐那个无敌特务超持久粉底液，然后它同款呢还有无敌特务超持久的粉饼，你是习惯用粉饼的人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带一组，就是粉底液加粉饼。如果呢有在看我们频道的话，一定会觉得这个场面很熟悉，没有错，因为今天艾斯会一直讲说安南区它的天花板，我就想到，我的鸡脖子天花板跟北塘桂天花板。
也差不多就不远，我来知道特地来买，因为我现在就要去搭高铁了。那大家现在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我已经在印尼出外景了，在印尼每一天都看到 Maybelline 哦。好，今天在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自己在试的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好晕哦。很晕啊，你不要自己试那么开心， Maybelline 不会找你。你找我叶飞，叶飞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找我，你看我的底妆。感谢 Maybelline， 以后之后的外景都靠你了，因为我之后要接下来要去外景，就是一个月了。欸、你们看到这支影片？不会很惨白、欸、不会，它有色号的。啊，我的色号是120。我是拿120的色号，就是自然色，所以你呢不知道怎么选颜色的话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从自然色开始。